第一个序幕要拉开之后，就会越来越清楚人类的一个角色啊，以及该如何扮演后面的戏码。所以现在的这个时间点，其实是你也可以说是你期待很久，几千万年期待到这一刻，在现在你的时修时练中，在结合未来的这个事实的这个故事的演进呢，就非常贴切了，就不是那么样的久远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应该是属于幸运的那一群吧。如果真的和这个天地宇宙中共振，然后我们又是这个地球的尖兵呢，在可能性的未来的做某种的一个进阶版的努力，你会看到其实意义很重大。但是我想现在我讲的呢，你也许也是不是听得很懂。你听得很懂的举手看多少人。诶，不错嘛，有这种智慧了现在。好，不用讲。所以呢，诶，我想一下什么可以说，什么可以说。好，这么说好了，好，就说呢，远古啊，就说中国人的智慧，哦，从远古的这些累进，你再怎么样，你也想不到，说在21世纪的今天，哦，我们正在跟天地相应的同时，是用这一套跟天地相应，竟然在你所一直听到这些传言的啊，这个太空啊，宇宙、外星、外星人，是不是飞碟？它竟然有可能有一天变成在同一个页面上，你很难相信，你很难相信这是怎么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就先给你预告片，这个应该是，如果你是善良的一群人，应该会看到，应该会看到。好，哦，那至于要多快 release 这里面其中的一些东西呢？这就是看天地，啊，谁也不能够主宰这个时间表。但是，我今天应该也透露有一点了，哈，哦，有点明。所以换过来讲呢，就是你现在再不好好修的人，就是阿呆。对不对？我已经跟你讲完了，你还不好好修，因为你好好修，红尘的东西你已经解决了，灵命的东西你也知道一个所以然，一二略知一二，所以后面很多东西的结合，这个巧妙啊，就是在一切现在谁都不知道的无声胜有声中，但是这个结合是绝对在这个戏码里。只是什么时候会这个，就像那个火箭呢，升上空的时候，一节一节的就去掉了。